自舊年九月正式實施南越家政工程以嚟，我市全面推動家政服務行業提質擴容，激發家政服務喺促就業、擴內需、为民生等方面嘅作用，更好咁滿足新形勢下一老一小對家政服務嘅品質需求。南越家政工程係國家、省決策部署嘅重要舉措，亦都係我省繼粵菜師傅後又一項惠及千家萬户嘅惠民工程。 为解决家政服务难题，旧年八月，省人社厅出台咗广东省实施南粤家政工程促进就业工作方案。我市亦都喺二零一九年九月全面推进实施南粤家政工程，并由市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局组织市技工学校具体实施开展技能培训，立足解决家庭育儿、养老等操心事、烦心事、忧心事。那么我们目前呢南粤家政这一块培训的项目呢，主要是。 保育员、医用员，还有妇婴护理，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月嫂，这个培训。南粤家政工程重点实施母婴、居家、养老同医护服务四个培训项目，打造一批金牌保姆等服务品牌，增加供给规模，提升服务质量。同时，围绕乡村振兴同精准扶贫战略，面向老区、苏区、民族地区，扩大技工院校招生规模，建立家政扶贫输出基地同接收安置基地。 加大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嘅培训支持力度。喺培训课程设置方面，我市以理论加实训加推荐就业三合一模式开展，帮助学员申请职业技能资格认定、人社部门技能提升补贴，并开展推荐就业服务，全面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大部分的学员的话呢，基本上都实现了优质就业。保育员的话呢，就业主要集中在幼儿园，或者是早教机构。 育婴员的这个培训的话呢，的学员的话主要集中在早教机构；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学员的话呢，他在幼儿园里面进行就业。那么月嫂的这一块的话呢，大多数学员的话呢，根据这个市场的要求，他实现的是灵活性的就业。有一部分学员的话是在我们台山，还有一部分学员的话走出台山去了江门、广州或者深圳其他地方。总体上来说的话，待遇都不错。自南粤家政工程实施以来，市人社部门主动联合卫建、教育等部门。 鼓励我市幼儿园同托幼机构保育工作者参加南粤家政专项技能培训班，并以送教下乡嘅方式为学员提供更加便捷嘅培训。今年以嚟，短期培训方面已经面向社会培训学员三百五十三人次，其中台山市技工学校已经举办五期南粤家政职业技能培训班，培训保育员一百四十一人次，育婴师四十八人次，辅婴护理四十四人次。 接下来的话呢，现在就是在人社局和我们学校的共同的推动下，计划的话呢，新建一个南岳家政实训基地。啊、呃，那么这个南岳家政实训基地建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实现高品质、高质量的优质培训。另外的话，打造一个优质的就业一个平台，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我们台山本地的南岳家那个这项目的话呢，去推动好。